Hey.物业在哪儿啊？物业那边。啊。你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这得问你自己。你们小区的保安要加强巡视啊！如果不是这位老同志发现的及时，业主就要受损失了。是是是，我们的小区刚刚开始入住，所以保安工作还是有些疏漏，我们一定加强管理，一定。老同志，谢谢你啊！你这眼睛快赶上我们警察了。哎呦，爸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？叫我这趟找您的，这是怎么了？要是没事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这怎么了？我刚才说那几点记下了吗？记下了。好。刚才怎么回事儿，爸？没事儿，顺手抓了个贼。哎，你房子定了吗？我交完定金了。哦。这里闹贼？别问了，走吧，回家吧。不，就这么一会儿，你怎么发现有贼的？你没看见屋里蹲的那个人呐？啊。穿着几块钱的布鞋，背个崭新的电脑包，你觉得正常吗？嗨，那说不定是人家朋友的呢。那他兜里那个女士眼镜呢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也有一只，2000多块呢。他能买得起吗？嗨，那万一是人家捡的呢？那捡的他怎么不送人呢？他也不能戴。那人家又不一定分得清男女的款式，自己带着玩呗。抬杠是吧？不是抬杠，您都退休了，以后甭管这闲事了啊。都多大岁数了呀，真是。走吧。爸，嗯，这里的房子挺好的，啊，而且都是精装修，而且地板也挺好的，啊啊。等明儿我带你去看看呀。啊！笑什么呀？不是我说您是不是带着气场来的吧？啊，每次您一出现，总跟这个案子联系到一块儿啊。您老实说，到底来干嘛了？看房。看房？情况查清了吗？上面正侦查着呢，发现一只女人的鞋，跟这个女人的感觉像一双的。我觉得呀，她是从楼上跳下来的，我怀疑是自杀。这女人什么身份？现在还不清楚呢。物业说不是这儿的业主。不过呀，在女人身上呢，发现一张她的照片。赶紧翻拍一张。好。抓紧做个尸检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行。我知道，你行。喂。啊。我在家呢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你少喝点儿，早点回家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东北客户，得喝些酒啊，才没个完呢。那你想吃点什么？随便吧。那我给你煮一碗西红柿鸡汤面啊。好。刚才门卫说这个今天小区有人跳楼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女的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哎，年纪轻轻的非要寻死，你说家里人知道了？不知道怎么难过呢。是啊。今天啊，警察还来了好多。
宁武元没来吗？这事应该归他管吧？来了，我们没打招呼。他今年是不是该退了呀？他的生日刚过，估计他也该退了。把这个资料上网，然后那个扩大协查范围。哎，好的。早上喝咖啡把肠子喝坏了啊！哎呦，师傅，您这还是按上班的点来啊？啊，碍你事儿了。您看您这怎么说话呢？我不是这意思呀。我说您这个还不多睡会儿？送你礼物啊。鱼竿，德国的。我得去趟楼上，组织科让我把退休手续办一下。你跳楼那个女人的身份查清了吗？还没呢。有我呢，你还不放心啊？师傅，尸检报告。啊。老头来这么早，不会为了跳楼的案子吧？不是，来办退休手续的。那要这么看的话，这个女人的自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我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。你赶紧确认死者身份吧。好。你住这儿？老秦在这儿有工厂，上个月我们从徐州搬过来。啊，你这是？啊，办案。楼上有个跳楼的，我过来看看。啊，我知道这事儿。哎，你进屋坐一会儿吧。哦，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改天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没出去。哦，我买菜刚回来，咱们今天就简单吃一点吧。啊。家里来客人了。客人，谁啊？
哦，今天早上晨练，玉姐过来坐了一会儿，我忘了收了。沈畅，师傅啊，有事儿？哦，是这样，那个今天那个验尸报告怎么说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估计还是跳楼自杀的可能性最大。我想看看尸体，你看可以吧？啊，这个行吧。别告诉徐克啊。明白，明白。师傅，师傅，我可跟法医说了，就五分钟，您快着点儿。哎，我们不用这样跟做贼似的，我大小是探长啊。您不是退休了吗？让徐克他们知道不好，还以为您不愿意放权呢。放权？就你们这年轻人脑袋复杂。行了，您快走吧。师傅，行了吧？不容易选一小区，哪儿哪儿都不错，可偏偏遇上这档子事儿，堵不堵心呀？你说这中介吧，买房的时候是一个嘴脸，买完了吧又成另外一个样子了。什么呀？啊，没事。请代跑老秦，嗯，有人敲门，你赶紧开门去。哦。你好，我们是派出所。啊，您是姓兵吧？哎，是是是啊。
我们接到徐州警方的通知，说你们搬到这儿了，我们来核查一下地址。您二位是邢培宇的父母？啊，对对对。你们可能也看报纸了，现在公安部正在进行清网行动，也就是清查遗留案件。邢飞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。那这样，如果你们得到什么消息的话，最好能帮助做的工作，让他主动投案，好吧？邢飞宇真的没跟我们联系过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。三年了，他是死是活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如果你们有他的消息，请尽快的告诉我们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慢走啊，慢走啊。你还没告诉我有什么喜事儿啊？我把手续办了，今天正式退休，算喜事儿啊？嗨，就这事儿啊？啊，你不会是借酒消愁吧？哎，你来。好。哎呀，我是真的可以解脱了。你想啊，这么多年做着一样的事儿，真的很累呀、啊。终于可以歇歇了。来，干杯。干杯。道长，嗯，这第二杯酒啊，祝贺咱俩乔迁之喜。嗯，来来，爸，嗯，我可能不能跟你一块儿住了。怎么了？有男朋友了？要结婚吗？没有，我们医院有个外派的任务。我申请了。哦，那去哪儿啊？尼日利亚援外医生，三年。哦，上个月刚刚申请的，今天刚刚公布。本来我想等着搬完新家再告诉您的，对不起啊，爸。啊，没事，好事儿，趁着年轻出去锻炼锻炼，对你有好处。来吧，老爸敬你。爸，千万别担心我，我还没老的动不了呢。你最好趁这三年把自己嫁出去，将来你要生了孩子，我帮你带，不就事儿干了？亚桐，你现在大了，我觉得你是不是能跟你妈妈见一面？我不见。她如果是我妈，就不可能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离开我。可她毕竟是你妈妈呀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来，爸，喝酒。进屋睡吧。我没睡。哎，丫头，陪爸爸坐一会儿，嗯，聊会儿天儿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嗯，最快也得两周以后。我得帮您搬完家，收拾完东西再走。搬家公司明天上午就过来。咱家那旧家电、旧家具啊，都不要了。行。哎，那有些还能用啊。到了新家，咱都换新的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丫头啊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。本来呢，想搬过去再告诉你的。你妈妈也住那个小区。他不是在徐州的吗？他现在的爱人在这边有工程。那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碰见他了，所以
你呀、啊，见了面不要吃惊，打个招呼，啊。我明天就去退房去。你不至于啊。可是我见了面，我跟他说什么呀？那你打个招呼总可以吧？这都30年了，我可不知道我该说什么。明天我就退房去。你这丫头，你。小雨，小雨还活着吗？嗯。他能跑到哪儿去呢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从来没跟你联系过。没有。睡觉吧，啊。如果他跟你联系了，你千万要告诉我，我不想不明不白的再失去一个儿子。我保证。这边啊，是我们一期工程，我们浇灌下周开始。嗯。估计还有2周吧，嗯，我们那边工程就能封顶了。恐怕你们啊还得加快进度啊，实在不行的话就增加运输车辆，分3班进行。现在的困难就是我们的人手太少了，不够，我已经让他们安排增加人手了。哎，邢总，这边走，请，嗯，走。哎，倪薇，走嘞。来了。那女人十有八九是外地人，不然不会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啊。谁呀？跳楼那女人啊！你说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奇怪不奇怪？嗯，把这看一眼。什么案子？派出所放地上来的，网上追逃了3年还没有结案，这案子现在归咱们了。邢飞宇，肇事逃逸。现在市里不清网行动吗？让咱们添砖加瓦。有消息说他最近回来了，哎，我就搞不明白了。你说这种人啊，撞了人还不赶紧报警，马上救人，他跑什么呀？很多人不都是因为一念之差吗？就因为这一念之差，他就忘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了。喂，嗯，这个里面有他们家家庭住址，你去他们家了解这情况。好啊。哎，怎么又是这小区啊？巧吧？师傅搬吧，再等会儿，啊。你说这房子质量、小区环境都不错，最多见面跟他打个招呼呗，又自己过自己的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再说，你早晚得嫁出去，又不是每天都跟他见面。好闺女，搬吧，啊！哎，我说师傅，搬不搬啊？再不搬我们就走了，工资可得照付啊！行了，行了。
兄弟们，搬，你小心点啊！哎，慢点啊！师傅，你这怎么着？过来帮我来了？还真不是，你们楼上啊住了一交通肇事在逃嫌疑人的家属，我过来跟家属接触一下，了解了解情况。这不是吗？家里没人啊。几楼啊？1206。哦，那就给我吧，晚上我有时间帮你去查一下，省得你还得跑一趟。那谢谢您了，这有一份登记表，还有一份鼓励嫌疑人主动投案的宣传材料啊。嗯，行。这是邢飞宇的。喂，哎，谢谢。好，喝茶。谢谢。咱们最后一次见面快10年了吧？有了。上一次好像是在谁的婚礼上？交警队。老王儿子的婚礼上，对对对，哎呀，真快！一晃，他孙子都快8、9岁了。你找玉蝉啊？不，有点公事儿。我不知道这事儿跟你们有关系啊。本来啊，我退休了，不管这些。是邢飞宇的事情吧？对。这有一张登记表，你填一下，啊，还有一份材料。本来啊，我不是主管这个案子，有些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，你能跟我说一说你儿子的事吗？3年前，夏雨和几个朋友晚上去酒吧玩，回来开车的时候，不小心撞了一个人，后来这个人被抢救过来死了。夏雨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回家，一直没有消息。哦，你不是在刑警队吗？怎么管交通肇事了？这不是全国在追逃吗？邢飞宇从来没跟你们联系过吗？出事的那天打过一个电话，说是出事了，当时我劝他自首，他没有同意，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行。如果邢飞宇跟你联系，还是要劝他投案呢。这么跑下去不是个事儿。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早一点了了，这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算怎么回事儿？那我就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夏雨离我们不远。静。哦，爸。您还写日记啊？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。哦，那我能看看吗？看吧。嗯。
1983年8月6日，今天我们南城分局刑警队来了一个女同志，她自己介绍叫薛玉婵，我感到很新鲜。队长安排我来带带她，但是面对一个女同志，我还真是有点束手无策。庆贺不用您忙活，我们来。哎呦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没什么玩儿。啊，我来，我来。休息啊。哎，你呀，进屋去陪我爸去，这厨房小啊。我们来，快进屋啊。对。那女人的身份查清了？没有啊。我有个建议啊。啊。只是建议。您说。我觉得应该重新勘验一下现场。没有这个必要吧？上回勘查已经勘查过了，什么也没发现啊。这就是问题。怎么讲啊？你想啊，一个人从楼顶上跳下去，至少要留下一些线索吧。嗯，啊，你就像这地，太干净了，反倒有些刻意。师傅，您这怀疑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怀疑，除非有合理的证据。那个女人的指甲上有裂痕，那么我就希望，在楼上的某个部位能够找到跟这个裂痕相对应的证据，表明她是从楼顶上跳下去的，否则就没法解释。我曾经上去过一次，凭我的肉眼没办法找到什么，这就需要技术手段来解释这一切了。您去过法医室了？啊。不是师傅，你有没有这么想过？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从楼顶掉下的时候，指甲刮到什么了呢？这就需要证据来说明这一切了，因为证据才是真相。师傅，那您的意思是让我把整个楼体的这个墙面全勘察一遍？如果有必要。行，明天我就找技术部门。雨怎么做呀？问师傅。师傅，鱼怎么做啊？清蒸。儿子，你别紧张啊，他是爸的一个朋友，是来帮你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。我是个警察。爸，儿子，他真是来帮你的。孩子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是来劝你去自首。这，你胡说！你胡说！儿子，爸没骗见儿子，我都被你发现了，我还怎么去自首？爸，你出卖我！儿子，别过来！你们，儿子，爸没出卖你，你别紧张啊！你，孩子，你听我说，我要是来抓你，我能空手来吗？我能一个人来吗？我真的是替你父母来劝你的，你再这么跑下去真的不是个事儿。跟我们回派出所吧，好吗？
那你告诉我，我会被判多少年？这要看法院的审理情况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真去自首，法院在量刑上一定会酌情处理。儿子，别哭了啊！但是，我想再看看妈妈，行吗？你的日记我都看完了。怎么在你这儿？你什么时候让我见见宁宇？我想让他把这本日记看完。等他看完了，也许就会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了。我知道，他恨我。是我把你们分开的。当初是我执意要把他留在我身边的，不是你的错。你的日记里都写了，我已经都看到了。谢谢你。小雨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法院认定了他有自首的情节，下周就开庭。你让他走这步是对的。也谢谢你帮我找到了他。再见。真想不到，
自己面对的最后一个嫌疑人竟然是自己的儿子。人的一生真是充满了各种意外和误解，所以我们才有了无数的离合与悲欢。但是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还有宽容，于是我们才能给昨天一个充满希望的背影。